真的非常感谢所有媒体的到来啊！我从小到现在就是都在梦着这一刻，所以我现在还觉得我在做梦。我希望这个梦呢，不要结束，会一直持续下去。所以如果你们觉得你们刚刚所听的歌曲还不错听的话，我希望你们可以推荐给大家，然后好好的让我继续做音乐，做出更多好的音乐给大家。谢谢。好，加油加油。